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八角马骑士王的愤怒第一级任务。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皇后队，搭上一个应该说妲己皇后队，这个需要一点快速转速，因为转速越快，攻击力就越强。非常好，非常极度失败的一次转注。看我刚才威力不知道剩多少了。这对来讲，像现在就很好打了，因为我就会控制力到了，我故意转注时间把它拉长，转注时间拉长，我的威力就变多了。皇后基本上要会玩的一些大大们，应该也是都用这种手法，转到时间到。像我由于我现在不想把它太快 KO 掉，所以我可以用这样打法。回复力够，攻击力也不俗。但是如果我转注速度比较慢的话，攻击力就变弱了。这样一来，我除息地就好除了。二来不用怕攻击力太大，攻击力要大的话就是快速转注。因为这个皇后息地有点长。按住，就这样把它消掉就好。当实况拍处女第一次玩，拍的不是很好，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技术都不错啦，几乎都是在玩临时的。不过我是比较不会执着啦，因为如果我今天今天为了临时一直重打，基本上就看不到正常一个死法了。其实也无所谓了，没关系。非常好。
个我要做一个全体攻击。算是小小的失误，不过搭配妲己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哦。我思考一下，皇后时间好像比较短一点。威力好像会变最弱的，我可以取消掉吗？啊，妲己，我要取消掉你。到底是最强还是最弱？我真的还是看不太出来。好吧，等一下我再来算一下攻击力度。断开锁链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暗美的唯一的功能。天降一击没有，要天降不天降，不要天降一直降。收补血优先吧。好，刚刚好，漂亮哦！什么这队打起来蛮顺的。哦，现在就处机就对了。等一下，我是要做全体攻击，所以绿柱方法简易叠珠就要用这种超自杀方法。思考一下，
对，我只要有一个五连就可以了，其他都3连就好了。所以3连，让我思考一下。5连，做这样好了。这个让他们扁没有关系，无所谓。上去，这边还有个新珠。好像在玩叠珠了，有这么方便的吗？的确有啊，有这么方便。这样过来的话，我这边还要再做，所以珠子不够，叫他剩一下啊。我们上去，这一颗要按住哎。我思考一下。这样好像有点卡死自己了。珠子没办法消，其中一只 K 掉了，把其中一只 K 掉就好处理了。好可怕，看起来像快要把我的那个我的叠珠给它破坏掉了。刷刷。应该是刷刷，这个要按住。
哇，又没得消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妙的事？我要按住，我靠！要破坏我，破坏我的完美叠珠啊！太刺激了！因为我想要这样刷上去了，然后再刷下来，可是这边有点卡住了，这个位置有点卡住了。我现在只要削这一块就可以了。我靠！就怕刚刚那种状况会发生。哇，又卡住了，把这个削一削了。哦耶，还可以打一下吧？哦，好就在。哦，不要浪费我的叠珠。这个要按珠，这个要按珠。这个过来了，哦耶！啊！我的叠珠被破坏掉了，这样有点危险。这样好像打不太死，好吧，打不死也要试试看。刚好七康宝有必要这么刚好吗？好，还真刚好，真的。我们有一颗强化珠，留那一颗就够了。稍微补一下血。就是我目标是让他打到残血了。哎呀，好可怕！这个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
是让小弟研究一下哈，因为这是有关于灵不灵死的问题。看起来这个威力应该是有算是零秒的样子啊，我也不确定，不过我们还是要试试看。这样算吗？不晓得。来吧 ，Come on， 一击必杀。哦，好险！哇，很险的玩法。看来魔镜王后跟妲己应该是搭配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哦。以上这个是妲己皇后的一个示范，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